天是5月5号，我们来到了釜山岩，就要来看金针花海。釜山岩就是一个庙，它旁边有很多的市集。今天是礼拜日，5月5号的下午的3点了。大家准备了吃一些小吃，还有玉米，烤玉米，还有金三角的牛角，还有卖一些农产品。老公也是这样，金针花海就在前方。但我们车子停在这边，很幸运，因为今天人真的很多。哇，还有卖一些小扇子。哇，就花海到咯，步行大概不到5分钟，因为沿路上有吃喝的。在这边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鹿角小树苗。看这边，哇，花海真的很多。这个人你不该爱心。Hello， 要爬上去吗？哦，有点陡哦。旁边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人真的很多。要拍几个？哇，有人叫我们帮他拍照。然后后面有一点点那个金针花这边。